祈祷，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，我为你深深祝福，愿耶和华向你仰脸，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，求主圣灵眷顾保守，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，愿阿爸父赐你平安。父啊，愿你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你的脸光照我们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求主圣灵眷顾保守，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，愿阿爸父赐你平安。不能分辨左右手，你有钱在海之心，诗篇116篇15-19节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，耶和华啊，我真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你婢女的儿子，你已经解开我的绑索，
我要以感谢为祭献俾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嘅名。我要喺佢众民面前，喺耶和华殿嘅院内，喺耶路撒冷当中，向耶和华还我嘅愿。你哋要赞美耶和华。诗篇116篇是一首赞美神拯救诗人脱离死亡的感恩诗，全诗分为三部分。今日的经文第三部分15至19节述说神宝贵诗人的生命，诗人愿意一生作神的忠报。诗人说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，我要在他众民面前，在耶和华殿的院内，在耶路撒冷当中，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在耶和华上帝的眼中，我们每个人的生与死都极为宝贵，让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，赞美耶和华的名。耶利米书30:1-31:26，耶和华对耶利米说：以下是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的话，你要将我对你讲的话写在书卷上。耶和华说：看下，时候将到，我要使我被掳的子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回到故土，回到我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上。这个是耶和华讲的。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的话。耶和华说：我听见惊恐不安的喊叫声，你们去问问男人能够分娩吗？为什么我看见男人们都双手揞住肚子，好像分娩的妇人脸色铁青呢？唉，无比可怕的日子快来了，那个将是雅各子孙的苦难之日，但他们必得到拯救。万军的耶和华说：那日我要截断他们颈上的轭，砍断他们的锁链，使他们不再受外族人的奴役。他们要侍奉我，他们的上帝耶和华，听从我为他们选立来继承大卫宝座的王。我的仆人雅各啊，不要害怕。以色列人啊，不要惊吓。这个是耶和华讲的。因为我必从远方，从你们流亡之地拯救你们，使你们重归故土，得享安宁，不受他人惊吓。因为我愿你们同在，要拯救你们。这个是耶和华讲的。我要彻底毁灭列国，就是我曾使你们流亡的地方，但我不会彻底毁灭你们，也都不会绕过你们，我必公正地惩治你们。耶和华说：你们的创伤无法医治，你们的伤口无法痊愈，没人帮助你们，你们的伤处无药可治，你们无法痊愈，你们的盟友都忘记了你们，对你们漠不关心。我要好像你们的仇敌一样击打你们，残酷地惩罚你们，因为你们罪大恶极，罪过无数。你们为什么因自己无法医治的创伤而哭泣呢？因为你们罪大恶极，罪过无数，我才这样惩罚你们。然而毁灭你们的必被毁灭，与你们为敌的必被掳走，掳掠你们的必被掳掠，抢夺你们的必被抢夺。
虽然你哋一啲锡安人无家可归，冇人关心，但我要医治你哋嘅创伤，使你哋康复。呢个系耶和华讲嘅。耶和华话：睇下，我要使雅各嘅子孙复兴，我要怜悯佢哋，使佢哋喺废墟上重建家园，重修宫殿。嗰度必传出感谢同欢乐嘅声音。我必使佢哋嘅人口增加，唔再减少。我必使佢哋得享尊荣，不再受歧视。佢哋嘅儿女要如往日一样兴旺。我要使佢哋嘅国家坚立，我要惩罚所有压迫佢哋嘅人。佢哋嘅首领将系自己嘅同胞，佢哋嘅元首将出自本族。佢必应我嘅邀请嚟到我面前，因为冇人敢贸然嚟到我面前。呢个系耶和华讲嘅。佢哋要做我嘅子民，我要做佢哋嘅上帝。睇下，耶和华嘅怒气必如暴风一样环扫过嚟，刮到恶人头上。耶和华唔完成佢心中嘅计划，佢嘅列路必唔止息。将来有一日，你哋会明白。耶和华话：嗰时我要做以色列各宗族嘅上帝，佢哋必做我嘅子民。逃脱刀兵之灾嘅以色列人必喺旷野蒙恩，找到安息之所。这个是耶和华讲的。从前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：我以永远不变的爱爱你，我以慈爱吸引你到我身边。以色列人啊，我要重建你们的家园，你们要再次拿起铃鼓，和欢乐的人一同跳舞。你们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重新栽种葡萄园，享受园中的果实。有一日，看守园子的人要在以法莲的山上呼喊：我们上锡安朝见我们的上帝耶和华吧。耶和华说：你们要为雅各欢呼歌唱，向列国之首喝彩。你们要传扬颂赞，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拯救以色列剩余的子民。看下，我要从北方从地极招聚他们，其中有瞎子、破子、孕妇和产妇，他们要成群结队的回到一度，我必引领他们回来。他们必一路含泪祷告，我要使他们走在溪水边，行在平坦的路上，他们必不会跌倒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亲，以法莲是我的长子。列国啊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要在远方的海岛宣扬。他从前驱散以色列人，如今必再聚集保护他们，好像牧人看守自己的羊群一样。耶和华必拯救雅各的子孙，从强敌手中救出他们。他们必来到锡安山上欢呼，为耶和华所赐的五谷、新酒、油、羔羊和牛犊而欢欣。他们就好像水源充足的田园，一无所缺。那时少女要欢然起舞，老人和青年要一起快乐。我要使他们转忧为喜，我要安慰他们，使他们欢喜，不再忧愁。我要使祭司有充足的供应，使我的子民饱享美物。这个是耶和华讲的。耶和华说：在拉玛有痛哭哀嚎的声音，是拉结在那为儿女哀痛，不肯接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死了。耶和华说：不要哭泣，不要流泪，因为你的劳苦必有回报，你的儿女必从敌国回来。这个是耶和华讲的。你将来必有盼望，你的儿女必重返家园。这个是耶和华讲的。我听见以法莲在这为自己悲叹：我们就好像未经驯服的牛犊，你管教我们，使我们驯服。求你使我们回到你身边，重新复兴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耶和华。我们曾经离开你，但我们后悔了。我们醒悟之后，捶胸顿足，痛悔不已，
因早年的所作所为而羞愧难当。耶和华说，以法莲不是我的爱子吗？他不是我喜悦的孩子吗？我虽然常常责备他，但仍然惦记住他，我深深的想念他，我必怜悯他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为自己设置路标，竖起路牌，牢记你们走过的大道。以色列人啊，回来吧，回到你们的城邑吧。不正宗的子民啊，你们四处流浪要到何时呢？耶和华在地上行了一件新事，女子要互为男子。以色列的上帝万军的耶和华说，我使秘掳的犹大人回到故乡后，他们要在犹大各城邑再次呼喊，公义的居所啊，圣山啊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农夫和牧人必住在犹大的各城邑，我要使疲乏的人振作起来，使苦闷的人快乐起来。那时我醒过来，觉得这一觉实在香甜。耶利米在睡觉中看到以色列人必回归，以法莲为自己悲叹，醒觉自己就好似未经驯服的牛犊，求上帝管教他们，使他们驯服回到上帝身边，重新复兴。他们醒觉自己曾经离开上帝，但是他们后悔了，醒悟之后捶胸顿足，痛悔不已，为早年的所作所为而羞愧难当。耶和华肯定以法莲，上帝虽然常常责备，但仍然贴记住，深深地想念他们，必怜悯他们。上帝提醒以色列人要为自己设置路标，竖起路牌，牢记走过的大道。求主怜悯世人，包括信徒，对自己的罪性有不少盲点，自我醒悟的意识迟钝，求主赦免人。即使醒觉自己犯罪了，亦都因为心中的骄傲，用各种理由自我麻醉，甚至推卸责任怪罪其他人，不愿意顺服回到上帝身边。求主施恩，藉祂昔日对以色列人的责备和惩罚，提醒我们要为自己设置路标，竖起路牌，牢记走过自己得罪神却蒙上帝怜悯的大道，靠住圣灵的大能，改过自己善忘的劣根性，以致我们不再不断重复犯罪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我劝你首先要为所有的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，为他们感谢上帝，亦要为所有的君王和掌权者祷告，使我们可以怀住虔诚、端正的心，过和平安宁的生活。这样做很美好，是蒙我们的救主上帝悦纳的，因为他愿全人类都得救，明白真理。
上帝只有一位，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舍命作全人类的赎价，这个在锁定的时候已经显明出来。为此我被指派做传道人和使徒，教导外族人认识信仰和真理，我讲的是实话并非方言。我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，不发怒，不争辩。我愿女人衣着朴素端庄，不靠发型、珠宝金饰或名贵衣服来装饰自己，要有良好的行为，这样才配称为敬畏上帝的妇女。妇女应当安安静静地学习，完全信服。我不准女人教导或管辖男人，他们应当保持安静，因为先做的是亚当，后做的是夏娃。受骗犯罪的不是亚当，是夏娃。不过女人如果持守信心和爱心，圣洁自律，就必在生育的事上得救。保罗确认上帝只有一位，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基督耶稣舍命作全人类的赎价，这个在锁定的时候已经显明出来。为此保罗被指派做传道人和使徒，教导外族人认识信仰和真理。感谢主，让保罗亲身经历到上帝藉着基督耶稣所成就的救赎，以致他满有信心地为主做见证，证明自己所讲的是真话并非谎言。让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每一个经历了基督耶稣救赎的人，不单止生命被扭转过来，并且都能够确实地为主做见证，被派做传福音的使者，教导人认识真理。箴言二十五章十八至十九节，作假见证陷害邻舍的，就是大锤，是利刀，是快箭。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，好似破坏的牙，错骨缝的脚。所罗门今日的箴言指出，作伪证陷害邻舍的人，无异于大锤、
刀同利箭，危难时投靠奸诈的人，仍同倚靠坏牙同跛脚。根据 SDA 圣经注释，本节用三种武器比喻假见证对人的伤害。大锤在战场上可以打碎人的骨络，使人血肉模糊，有时对人名誉的攻击亦都会使人身败名裂。尖刻的话语会造成好深的伤痕，如同利刀伤人，甚至置人于死地。但是毁谤者最喜欢用的武器是快箭，远处射来的箭会穿透心脏，摧毁意志。箭手隐藏自己的敌意，经常将自己伪装成朋友。求上帝帮助我们有敏锐和智慧的心，小心警惕恶人的大锤、利剑和冷箭，更加要小心身边不忠诚的恶人，对他们错字的信任能够带来烦恼和灾难。10月17号灵修思考问题，提摩太前书2:1-2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你们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地度日。你有没有恒常的祈祷生活呢？如果有，在你的祈祷事项里面，你第一为边个、为乜嘢事祷告呢？保罗提醒我哋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同一切在位嘅也该如此。喺呢一个因为罪嘅缘故而充满不安、动荡嘅世界里，你愿意点样改变你嘅祈祷内容呢？亲爱主，感谢你藉保罗劝勉提摩太来劝勉我们，第一最要紧的是为到万国万民恳切的祷告祈求，为别人的需要代求，以及感谢上帝在各人身上一切的作为。求主叫我们更加之敏锐别人的需要，关注世界各地发生的动荡，以祷告和行动作出回应。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复活有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